公开课前，加塞了！我坐在办公室听到你们声音，整层楼就你们班最吵。一个，我成绩好得不得了，是不是嘛？考起清华北大了。刚刚是哪个在教室里乒乒乓乓打篮球？拿出来！你信不信我老两碗都给你砍摔了？都啥子时候了，还在天天耍，凶得很了嘛，是不是？要进军 NBA 了。下周星期三的公开课，大家都清楚了噻？清楚了。老师还要再强调一下，回答问题会的举左手，不会的举右手，每个同学必须跟我举手。张二娃、郑小芳，你们两个下来把89页这段 conversation 读熟，最好能背，我会抽你们。鼓掌，大家都记得到了噻？知道了。好，我们来练一下。Good, very good。嗯，很好。这节公开课非常的重要，各个学校的老师都会来看，你们给我打起100%的精神。全校那么多个班就选到了我们班，要是跟我搞砸了，我们没得好果子吃。听到了没？